下路还没已经有六级，如乐也从大料有进化的。顶回去，下路把这个金刀，金刀反过来交闪，已经后这个大料被冲走，三枪被袭死了。但另外一边两边的辅助打互换了，这里是在赶过来的路上。但而且这个时候牛头很能顶，他就有一个六级牛，加上还有鳄鱼啊，魏博想要跟你拼死一搏。牛头现在就顶前面，你要开他，你就要把技能浪费。而且潮虫已经全部被打完了。是的，六重已经有这里轻松拿下，甚至还能碾碾。卡位置要硬来。是的，他在。 他在想从旁边开大门，我们看看，如乐脸上要吃大叔大招了，进化解一下，可就拍一下，韩冰剑空了，那恐怕粘不到最后了。如乐甚至还可能来一波反打，那 Mason 要被带走了，玉田说踩了一下，Mason 看看这个人头怎么交代，韩冰拿到人头，大招被扭开，去找如乐，如乐塔下强行吼一个大招，但也只是拼死挣扎，大叔拿到人头，哇，结果他在藏的位置太好了，让京东不知道，是位置是被看见的，而且卡纳维也在旁边，而且。 看到你弗兰朵想过来看先锋，直接想冲你。只要闪过后中了箭，被破败多了一口 ，W 再给减速，余毅还差一秒，两个横冲直撞的两段位移再接一下 W。 地上奎桑提有一波从他们后面绕过来的机会，对，呼吸从后面进攻，都很难，都让他们挡。所以这里一定要撤出这片。两面包夹的战场，刘金松 有绕后的机会，自己要撤先手了。第三人看到被秒，刘金松一次性交闪现，牙膏美先下收割了刘青松。鳄鱼 TP 被打断了。 还没一剑，空了，想去找牙膏美，也没能找到。大叔滚滚藤蔓，但是速度是有点慢的。捆住牙膏的时候，他应该也可以加速离开。已经开始尝试动大龙了，这是应该简简单单尝试一下吧。是的，牙膏下路有 TP， 看看能否逼出来。但是实际上大龙的这个反抗已经比较明显了啊，把你这几个人打的血量都已经不健康了。更新后，找一下明显，肯定是也不管你。牛头大招处于 CD 状态，实际上对于JDG也不是个好消息。下路缠斗在一起了，小黄城 PK， 差一下。 一滴血，杀掉牙膏，对，牙膏闪现也被打出来了。这里装备好没有？比我好。现在 WBG 的这个进攻压力是给到 JDG 正面 ，Missing 直接开，但是没有人能跟伤害，自己反而中了一箭 ，Missing 血量不是很健康，伤没有闪现的帮忙挡一下这个大招。刘青松在侧翼过来 ，Q 技能先没能命中鳄鱼，也被 JDG 拉开。 WBG 正面直接交 TP， 继续推中线，给大龙压力，不给对方喘息的空间。没错，这大龙现在压力是一波接上一波 ，JDG 必须过来看，他们现在要有没有蓝饰品，先打个占卜花朵。对，先打花粉看一眼。刘青松又在躲，看到刘青松的位置了，看见了。但是有个风轮魂的加速带啊，可以助他逃开6000刀的血量。 WBG 还在控制这个大龙血量，呼吸哥也在这儿。披露先锋要先顶一下吗？先要吃到牛头的二连。刘青松开大招，开牙膏，看里花火花开，牙膏是活了下来，但是 Missing 可能第一时间要被 Q 3给抬了一下，就 Q 3给抬了一下，就出奶了一口，但是没有办法 ，Rampage 来自 Light。 他在吃了个果实，把自己的血量补到了半血，继续去打大龙，开始大龙。但是对于 JDG 来讲，他们肯定还是要过来看。你像，毕竟握有大招的，他大招可以在龙坑里面扫一个满堂彩。刘青松还在绕，刘青松他就想要找一下如乐，牙膏再拆一下中塔，他想拿中塔对手互换，想要去找一下卡拉维。卡拉维要吃到风车卷线了吗？闪现躲开，第一时间中箭了，卡拉维倒了。你枪大招没有一个前排帮他阻隔，冲到输出环境，牙膏。我做什么？没想到你是也。我操！这里一起吃到，我操！这里一起吃到，我操！这里一起吃到。 先闪现，瞄准住了，如乐被打残了，如乐遁走了，但是Missy没有那么幸运，风轮魂的加速带供他们继续追击住了，如乐还想管一下下路的兵线，但是积蓄量已经残了，他的压招后，玉田说没能踩到，赶紧给了一个大步追回来，但是奎桑提又是一巴掌将其拍翻在地，拿到团灭，这应该是呼吸哥今天打的最好的一把，<笑>这把手感火热起来了。 又是一剑，精准命中，没有进化，没出现了，游戏结束了，要到后排，我的天，小树也倒了，这有可能是一个一波的节奏，小虎拿下一波大爆克，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教练组都在欢呼了。
我的天哪 ，WBG 他们高歌猛进 ，BC 出来想要去断兵线，圣剑哥开大招，鳄鱼但是洗不掉兵线，小虎用这个 E 二段到后排，哇，牙膏高了，我操，被威诺大的 ，WBG 他们这都是全是小的，只应大的。三杠八，我们恭喜 WBG， 这一次他们将门票握在了自己手中，非常的不容易。我操，来操的巨好呀！今天 JDG， 我操，今天来属于 WBG， 没有问题。这支队伍依然还是这么的神奇，知道吗？在大家不看好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也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，给了大家惊喜。一次都没什么问题，是很难的。我们这个百分百随机皮肤，现在全新的神话幻想系列皮肤，直接直到我们的9月8日。